大家好，我是大雷。这是今天跟我妈准备把自己家这个李德树给它修剪一下。你能搅动吗？我当然能搅动了。我看那个什么说，就是一层一层的整，就给它整稀点不行吗？对，就稀一点。这点研究一下子，没剪过枝。就有小锯吗？有小锯行拉。那你找个小锯，我来剪。完了，这样式这顶上就这样式的枝儿留一个或两个就行，不能留太多。这个接的不好，那就去掉它呗。嗯，那个就不要了。不好弄。嗯。我的土包没几个发芽的，都像死的干巴叉，这都像干巴叉了。这也是干巴叉。上网上搜一下，看看怎么剪李德树，修枝好像是。终于有我老爹都不会的了。如何修枝？应该是修枝技巧。芒果树应该是李子树。这不行，有点看不懂，最好是找个师傅来告诉告诉我怎么来修剪那个东西。问问我爸。哎，在这儿。哪？我爸呢？跟你妈俩走了。走了。你知道咱这儿谁会修剪果树吗？啊，就是李德树修剪，谁会这个手艺？不知道谁，你爸会修吗？我爸他不会呀，他也。那个谁会不会？啊、那个吴来喜他爸。他也没有果树。啊，那我问问，我看看谁会。这我大爷有一个好东西，说剪树枝挺那啥，挺厉害的。这啥玩意儿？这啥玩意儿？这专门给剪果树的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呀，这么专业啊！啊，哎呦喂，这是剪果树的鸭子的啊，多少钱、啊？这多少钱买的？光买这个头花了是将近70吧，70块钱啊、嗯，那就行。我这不是打那什么吗？咱整那个刺了牙。哦，那行。哎呀，行，这借我用用用用。那真是谢谢大爷，太棒了，神器在手啊！这个会吗？不用啊，我刚整这儿。不用不用，不说你这玩意儿不中。什么不中啊？不说快不快啊？你上树起码你找个脚有形啥的，你这玩意儿你够它，它不上来啊。没有那个？这有、哎。他说他有这个东西好吗？我寻思，您找个小舅，找个舅。这个哎，只要我你耳朵一蹬就下来了。嗯、我他们都管你叫狠，我跟人管你叫啥？你呀，你叫哥呗，你呗。我啥呀？我姓赵。我给你爸就输呗、啊，你到年蹦、啊、你爸蹦大了不是？啊，那个那么算的、啊、也行，叫哥年轻。这找哥来帮忙剪一剪，他会剪枝啥的，学一学。这个你告诉告诉我，我来剪也行。背下呀，背上枝啊，就像他平身的，就这样式的，全是平身的。光合作用的，它吸收到了。叶子一长起来以后，你看你背下枝一长完了，叶子一散，你长果，它阳光打不着，它果它颜色也不好。我剪枝，你别心疼啊、哦！啊，不会的，心疼不会的。哎呀，啊，就像这样的话，就给它背上背下枝，几乎要是一般就不要，要有空间地方吧，就留着还行，要不一般的立性不要。慢点啊，没事。你现在家定帮摆了这玩意儿，摆了腻去了。你们那边好几百个，不种这个果树。对，把这花都把这花都碰了。什么时候打药啊？打药啊、嗯？其实现在就应该打点药。打药。嗯，花前花后，嗯、果子做果长那么大了还得打。啊、嗯。一年得打几回。那像我再说一个，我那像这样是不是这个就得剪掉？对呀、啊。这都有点干掉了。对。一般的情况下，这样的都不要它。哦，要空间要比较稀的话，有生长空间，偶尔给留一个这也行。哎呀，这个，这都有好几本书呢，不是一靠你会的、这个。好几本书，那这玩意儿学问也挺大呀、啊。哎呀，啥你不得学呀？你看咱做菌那个，啊、你光好像说，哎呀，我凭运气也是，有运气是一方面，可是你没有技术也不中。对呀、啊，我好像大概能明白一点点了。李树一般情况下吧，你给它刷点石灰水啊，冬天呢，它防止防冻。什么水？石灰。哦，像你这个树，保存还不错。一般这样李树它爱流油，一流油就完。有的伤口，这种地方啊，长的那个
大那什么，对，就是长那个黏糊那东西，嗯，那样。不过那是胶原蛋白呀，那个东西在美容还好呢，那个是吗？啊、哦，这玩意儿长那玩意儿可不长，到时候再长了给你抹上。那咋抹呀？那玩意儿？他那人家有网上都有卖的，现在那挺贵呢。大概懂一些基础的了，再剪一些死枝就行是吗？哎，死的那根本就不要了，根本没有。来，我试手看看，演演去。人家有讲究的，下剪不剪，就是三分冬剪，七分夏剪。夏剪不剪，冬剪难剪，就啥意思？就是你冬天，嗯，你夏天你要是摘心浇好了，它长完果以后，长它那个徒长枝，长出来那个抽长的枝，给它浇好了，冬天咔咔咔去剪的，哎，就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。这都多长时间没剪了？都好几一两年了。完了，从开始整就没咋剪。你别心疼，要我说我心疼，我不心疼，我奶心疼呗。他心疼。得往那推点，哎，好。你给出抹啥了吗？这样吗？对。得往那推点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我也会了。嗯，别想。我上去吧。这已经剪的差不多了，有师傅亲临指导，今年理的可能就长得又大又好了。这掉地下这么多枝的，一会儿给它划拉划拉。你不抽烟，我先给你拿两盒烟呢。能抽，你看这一抽，就抽一身，抽的就透亮。对，这都剪秃了。刚才我奶都快急眼了，这家伙一剪心疼啊。这剪完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